你这简直强大，你把我们打成这个样子。陈哥，陈哥，陈哥，坐坐坐坐坐，大家受委屈了啊，受委屈了，受委屈了。这事儿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，啊，好好养伤，放心吧，营养会补充。哎哎，老总，你还要吗？我吃不下了。要，再来一口我都吃得下。你今天很开心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吧？那是，心里痛快。想不到你这个人还说翻脸就翻脸。你那些老同志，我把行为无穷大促销活动搞翻了。那都是跟陈景天学，我本善良。怎么那么阴险呢？你找我帮老头老太太捣乱也就算了呢，你还让地痞流氓冒充员工打人，你怎么那么不择手段呢？哎，这你得回去问问你陈总，不择手段四个字怎么写？我这可都是跟他谈的。陈景天做点什么事儿就叫做天经地义啊？怎么我冯杰做点什么事就叫不择手段呢？啊，就这么两下子你们就挡不住了，这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呢。你想怎么样？什么还想怎么样？这还用说吗？袁七跟吴琼大必须死一个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来这干嘛呀？陈景天呢？他怎么躲在后面当缩头乌龟呢？嗯？哎，你们俩现在关系好像又近了一步吧？啊？我应该是不是叫陈？不，不是陈太太，叫陈二太太。你看两个女人吧，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。我还没用红油洗过澡呢。行了行了，去洗手间洗一洗吧。不用，坐着吃饭。坐下。冯姐，嗯，有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有什么奇怪的？那天我怎么劝你让你跟吴大伟合作，你就是不答应。后来怎么又同意了？现在我明白，是因为梁红玉。放屁。老子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钱。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们俩现在关系好像又近了一步啊！你看两个女人吧，一个主内，一个主外。我是应该叫你陈妹妹。找着冯姐了？找到了。别跟他计较。啊？不搭理他，他现在疯了。杨总，我是想说，公司对保健品的分公司要求不高，只要能维持住研发的经费。别有那么大的压力。这个我知道，放心吧。怎么了？今天上午所有的上报都有这些健康，简直是恶意的诽谤。
您这到底打算怎么样？你说电话。我已经联系过了，他这会儿应该向法院递交。年轻口服液好，无穷大口服液有激素，你想让女孩子吃什么才方便呢？啊，有激素哦，有激素还卖？这些商家全都该拿去毙了。是，骗人都骗得性命丧气了，你真是改天来过来帮我给你推销一下嘛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是顶天的公司造的口服液呀。嗯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妈，你怎么能在网上喝这个呢？怎么了？这种口服液不能给孩子喝的。哟，那不是顶天公司造的口服液吗？不是说喝了增强体质、提高免疫力的吗？不管是什么口服液，以后都不能给婉儿喝，孩子太小了，喝不了这个。你先给他喝过吗？这不刚喝吗？里面说不定含什么激素呢。以后别给他喝了啊。我知道了。妈，鱼儿。哎，在啊。怎么不答应啊？啊？怎么看电视啊？你看。啊？过来。啊？这口服液怎么回事啊？口服液怎么了？这不能给孩子吃的东西，你怎么带回家呢？没给孩子吃啊。哟，我今天差点给孩子吃了，知道吗？啊？哎。顶天啊，这害人害己的事情咱可不能干啊！你这赚钱可不是这么赚法，知道吗？哎，这里边有激素，有激素，知道吗？谁说这里边有激素啊？我听新月说的。你说这里边有激素啊？凭什么说这里边有激素？啊？这个你看过了吗？我看过了，怎么了？报纸上的话你也信啊？我的口服液是有国家药检局的批号，是经过正规厂家生产的。我是不信，可是这是商报，在读者心目中的可信度你知道有多高吗？你既然不信，干嘛跟妈说这里面有激素啊？妈懂什么呀？妈会识字吗？妈会看报纸吗？那你敢保证你的这口服液里面一点激素都没有吗？我的口服液的激素是符合国家生产标准的，对人体没有害处，这点。从一开始我就不支持你做这个保健品，你看出了多少事情？150万的配方，你们偏偏说求心1500万，夸大其词的说你们这个产品的功效有多么多么的神奇。营销策略明白吗？那我们以前做程序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这么多事情呢？以前我没有做大，现在我做大了。有人诋毁我、诽谤我，我防不胜防，树大招风，道理明白吗？就算是这样，可是你知道现在大家怎么在看你的无穷大口服液吗？大家像躲瘟疫一样的在看无穷大，那可是我们的无穷大。现在这个品牌已经在大家心目中一落千丈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你打算怎么挽回？所以我要跟冯姐把官司打到底，还我清白。我要让世人知道我无穷大到底生产的是什么样的口服液。怎么办？就得这么做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吵啊？我没吵呀。哦，希望你能够做到。无穷大是我们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品牌。当初我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梁红玉跟我说，以他的能力和你的技术，一定可以把无穷大做成最好的公司，不是现在这样的无穷大。如果你成为不了一个软件梦想家，至少我不希望你因为一个保健品而变成奸商。我累了，我不想跟你吵。
我告诉你王清月，我的事请你以后不要再插手，也不要再管我，谢谢你。你看，这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了，顶天儿？哎呦，我的天！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都想你了。那你闭上眼睛数三下，我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讨厌，都多大了还玩这么小？闭上。好了，闭上眼睛了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你真准时啊！说三下就三下，来了。没有。亲爱的，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冯姐回来的。冯姐，她不在，等一下会回来。我等等。坐吧。你想喝点什么？来了。消了，没消了。行，别闹，你刚才说消。刘涛，你怎么来了？出去聊聊吧。什么事儿再聊吧。我们之间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去给你们倒点喝的。陈总喝茶？我不是来喝茶的。你干的吧？还真快啊！看来我这帮人效率还是挺高的啊。我做保健品，你也做保健品，没事大家公平竞争。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对付我，我从心里看不通。冯总，成功真的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，能够把这个人身上以前所有的气味都除。手段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结果。现在结果很明显，我赢了，你输了。我没有输。我告诉你，身上不臭，心里臭。别人闻不到，你自己闻不出来吗？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你也上不到哪儿去。我不是来求你的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求你的。我这日子一直在想，我们俩好歹兄弟一场。前后脚来到深圳，穿着裤衩从巨大道里出来，还跳着什么他妈什么歌，我现在想想太他妈可笑了，太幼稚了，是挺可笑的，太可笑了，太可笑了，真的，亏你还都记得，我只记得你我分家是毫厘必争的丑态，我现在有钱了。你他妈不能把事情忘了。没有钞票，
没超标就没超标吧。那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嘛，你要玩得起就玩，玩不起呢，您可以选择退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肯定不会退出。咱们在那边。这是同事操哥。你刚说的都是真心话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听了害怕。觉得我太冷酷，太无情。是不能让我以商人的方式退出啊，我这是在实践你的理论啊。可你这是商人的做法吗？没错，当初是我让你帮吴大伟，可是我没想到你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段来诋毁吴琼的。请你让他明白，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唯一的老大。你知道吗？冯杰干的这事儿太他妈混蛋！要是为了甄坑的事儿，你大可不必这样，我会来处理好吗？你就安心写你的软件。这他妈什么软件？我从今天开始不写软件了。对，咱不写了，喝完就会有灵感了。好。好好，我发誓再也不跟男人在一起喝酒了。男人的发誓可是要遵守的。我想遵守啊，可是没人跟我一起。冯杰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离开了我，他做的事情太他妈混蛋。你应该感谢他们，让你认识了这个世界，这个社会所有的一切。你说的好，感谢他们。我感谢他们。来来来来，喝喝。今天是我来深圳最开心的一天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你能跟我一起做无穷大梦，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那你就别把我当女人了。啊？你把我当人？我跟你一样，有血有肉有情感，有人对他好他会开心，有人伤害他他会难。谁伤害你？谁惹你不开心？告诉我，我让你难过了。如果我伤害你，我向你说对不起。
光。哎哎，先生。你醉的厉害，你先上。哎哎哎，我没醉啊，我说了我。别废话了，赶紧你先上。跑不走啊？干嘛呀？不说好我送你吗？先走，你先走，好吧？你先走，啊。我他妈这他滚蛋似的，我这个时候为什么还那么清醒？他妈混蛋了是吗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不是野兽，野兽才会有爱就爱，有恨就恨，随心所欲。因为你是陈顶天，你不是野兽，因为你是个人。我他妈不愿意当陈顶天，我不愿意当陈顶天。你说你干嘛？啊？你说你现在这样干嘛？你找一个好男人把自己嫁了不好吗？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？谁想一个人？谁让他们难受的受不了的安慰？所以你脑子有问题，你神经病！对我神经病，我杀我白痴！一个更好的男人值得我去爱，可是我没有办法，我看不见。你知道树和森林的故事吗？因为你就是那棵树。样本已经寄给北京几家权威的鉴定机构，只要他们的鉴定结果合格，这场官司我们就没有输的可能，甚至我们可以反思他们诽谤。经过他们这一搅和呀，即使胜诉了，损失也挽救不回来。消费者不可轻视，官司我有信心替你打赢，可人心还得你来安抚呀。谢谢你，钱律师。安抚人心，挽回声誉。痛快！这玩意儿，他真太痛快。吴兄大爷，他一点招都没有，他就等着上法庭吧。我跟你讲，老弟，你老棒了，太棒了，这事办的。自打你来元气以后啊，那把吴兴大给打的稀里哗啦的。哎呀，好啊，哎，钱我不在乎，气我出痛快，这口气出的痛快。哎，过几天那个开庭，
你就不用去了，我给你找个律师代理去啊。这么热闹的事儿，我怎么能缺席呢？我告诉你，五哥，他陈顶天还从来没有拜过呢。我真想看看他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哦。干嘛呢？装电话呢。装什么电话？家里不是有电话吗？我的工作电话。什么工作？就是之前那个工作，万叔同意我在家里安一部电话，这样子我就顾得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工作安在家里？是啊。24小时在家里工作。这电话一般晚上没有人打。你怎么知道晚上？你电话都发不出去了，你能控制什么人打电话？你能控制什么时间打来电话吗？万一是个骚扰电话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我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你的工作，我也有我的工作，我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你的工作在单位，不是在家里。这是家，这是休息的地方。我想怎么了？去。警察，你干嘛呢你？这是家，这是休息地方，这是工作地方。出去！出去！物业是经过国家药监局检查认定的，属于绝对健康的。原告无穷大公司的产品无穷大口服液经鉴定证明不存在含有激素，造成小孩早熟，产生许多现代儿童病的问题。原告举证充分，经查证明所述属实，现判决如下。被告元奇集团承认有不正当竞争行为，被告以新闻发布会形式由元奇集团向原告吴琼大赔礼道歉，消除影响，并在特区商报登出道歉声明。二，元奇集团向吴琼大公司赔偿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200万元。我咋感觉你比我还恨陈景天？我原来把你请来吧，想让你给我出口气，我现在感觉我来给你帮忙呢。你说这200万花的是不是有点多呀？嗯，才花200万就断了吴琼大的财路，这笔生意赚大了啊！那对受害者有……哎呀，兄弟们都在哈！林杰，你赶紧转来，我不相信啊！这我还都文明人干啥呀？这刘仙武，你要是在这动粗的话，一会儿这发布会可就变成了你们的道歉会了啊！冯姐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收起你的大道理吧。这是你们200万，收好了。对嘛，跟谁过不去也别跟钱过不去嘛。我知道你们现在最缺钱，不过我今天是真心实意的向你们来道歉。你少他妈装蒜！看来这仗还是要接着打的啊。我奉陪到底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，请大家入座。
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是，收拾东西去哪儿啊？回美国。回美国？谁允许你回美国了？不管你允不允许呢，我就是要走。我讨厌深圳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深圳有我啊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啊。你这都是你不好，行了吧？我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？那这么的，打我点钱。哎呀，你让开，谁想打你啊？就是要走。没完了是吧？啊！我这纯粹是没事找事儿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个商人，我绝对不会因为某个人去做某件事。我不光是因为梁红玉，我问你，我跟你不明不白的待了一年多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女朋友啊？你是我女朋友，怎么了 ？OK， 冯姐 ，Listen to me. In your heart, have you ever regarded me as your girl?这个我早跟你说过，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别搞那种小孩子过家家似的。I raised the child on my own。你刚说什么？说什么也跟你没有关系。我走了，不碍你的事。哎，哥，你等会。哎，你等会。这跟你还有关系吗？你关心吗？你在乎吗？放心，我们不会拖累你的。你怀孕了？是啊，我是有了，这就跟你在一起的结果。嫁给我吧。嗯，哎呦，张女士，其实我觉得你跟你先生远没有到谈离婚这一步。婚姻就好像是一条路，有平坦，有崎岖，是说不定的。难得的是，两个人能一起牵着手往下走下去。你应该多带你先生去一些你们以前常去的地方，做一些你们爱做的事情，回忆一下以往的快乐时光。婚姻是需要维系和经营的，你说不是吗？法院的结果
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小心。只是我太紧张了，我担心你会出什么事情。怎么？都不要紧，我只在乎你。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你重要。乖乖宝宝，我们好好过个年好吗？好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哪儿呀？贵公司，雨天说开个动员会。大年三十的动什么员？你们公司快混不下去了吧？什么时候年底分红啊？你还没说，还得再等等。还等？哎，都等到年三十了，那陈定天真把你当杨白劳了吧？什么中文系统平台弄了一年了，录这个业到现在都没弄出来。你一会儿去一定要提年底分红的事儿啊。你别提分红的事儿吧，等以后再说吧。以后是什么时候啊？你等得及我等不及啊。你今天不给家里寄点钱啊？我哥嫂子还等着我给钱盖房呢。你从你的股市里边取出点给他们寄寄不就完了吗？刘仙武，你怎么老胳膊肘往外拐啊你？拿年底分红天经地义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提的？你要不提我去啊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，拿不够钱了，爹回来过年啊！妈，新年好！哎，好好，大家都好。准备这么多东西啊？哦哦，过年嘛。年夜饭差什么吗？要不够的话，我去超市买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让小新去买吧。啊，哎，雨天呢？啊，上哪去了？他说今天可能公司加班，要晚点回来。哎呀，这怎么又加班呢？啊，这大年三十也不休息，也该让底下的员工休息休息。真是的。我给他打电话。哎，妈，不用打了，让他去忙吧，忙完了他自然会回来。哦，娃儿怎么了？妈，怎么了？哎妈，你有没有发现婉儿最近的听力有点问题啊？我叫她总是没反应。我看看，婉儿，电视声音放得很大，她一睡能睡很长时间，也不会被吵醒。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哦，不会吧？哟，婉儿，哎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放心吧。真没事啊？没事，我挺担心的。没事没事。今天是农历的最后一天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大伙还留在这里。不瞒大伙说，我老婆刚才打了三个电话，我估计今天晚上回去我得睡地板了。之所以过年也不让大伙回家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司的形势非常严峻，我们要在短的时间内挽回我们的损失，借着天月星 3.0 扩展资金链，发动一场对元气公司的歼灭战。对，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。对，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。我现在手头上有两个方案啊，大家帮着参谋一下啊，选择一下。第一个方案呢，是我们紧缩战线，避其锋芒，薄利多销，当然每个月挣几十万是没有问题的，肯定没问题。第二个方案，
我准备在明年的开春发动一场春季大战役，面向社会招1000名广告人员，招10000名新的销售人员，搞一个无穷大的1000万人大招聘，在全国铺开我的销售网络，把我的产品打到每一个镇、每一个村，甚至每一户。您觉得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？当然第二方案。第二方案。确定吗？第二个方案是吧？那好，我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啊，在明年的第一个季度，我们就要销售10个亿，第一年回款50亿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散会吗？啊，散会。散会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明年可以大概一事。这个东西真的挺大。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什么事儿？能不能开一个简短的股东大会？好，去我办公室吧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哎呦，你怎么才来？你给你办个酒席了。我打了个电话，在西南饭店订了个包间。咱们公司不是好些光棍吗？哦，吃年夜饭是吧？对。你安排的太好了。哎，小五，人来了，赶紧说。什么事儿，刘总？你不来他不说，他一直等人来齐了再说。快说。这个会现在不开，恐怕今年就开不成。说话怪怪的啊？怎么了你？出什么问题了？我想能不能先分点钱？工资不够用啊。啊，嗯，家里等钱买肉下锅。那是因为什么说话呀？刘总的意思是，是不是该年终分红了？年终分红的事情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暂时先不分，支持那个系统的研发是吧，玄武？金天，其实我不同意你的第二套方案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？刚刚那么多员工都在，我不能说。你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我知道应该维护你的威信。你现在说也没用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该说说吗？理由。我知道冒险不可。如果春季攻势成功了，我们就会成为保健品行业的霸主。可如果失败了，你会把我们所有的资金都砸进去，所有的资金你知道吗？为了研发的进度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如果是为了研发，你完全可以采纳第一套方案，风险又低，资金链又不会断。一个月才几十万，几十万够用够花吗？你不是一贯叫喊着钱不够用不够用？玄武，我们没有选择，现在没有别的选择。如果这次我们就会永远被别人踩在脚底下，在深圳永远不可能有无穷大的立足之地。你这是跟飞机斗气？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是在赌博。喜欢赌博，喜欢冒险，但是我提醒你，苏老师带着他几十个学生放弃了一切优厚条件来投奔你，是成就你在操作系统上的梦想，不是陪你赌博陪你冒险。你输得起他们输得起吗？我不会输。你凭什么说我会输？凭什么？我坚决反对你的计划。没有，你是公司主持人，你心虚，
你冷静点。你也得对我说说。你也说对我。潘铁军，你知道你现在算什么吗？一个暴君。你现在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离开你？你也离开我好了。我说的。我知道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，别忘了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家里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回家呢，待会儿吃不上团年饭了。你别耷了个脸行不行？跟猪八戒的肚皮似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累了，高兴高兴嘛，过年呢、哎。要不我给你唱一个。大海航行靠舵手。什么？年夜饭我陪你一起去吧。那哪成，我们那个是单身派对，有家有口的，免谈。好。差不多是我。说吧，锦江说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呀，给给给，你说这大过年的啊，他有多忙啊？那小平同志还在家看春节晚会呢。啊，他有小平忙，真是个小兔崽子。等他回来，我得好好教训他。你那儿摔电视啊，连发脾气都这么小气。你大过年的，你连分红的钱都拿不回来，你还好意思在这说风凉话你？我问你，我让你跟陈定天说的话，你说了没有啊？分红的事你提了没有？说了。然后呢？说了。陈定天就是个王八蛋，翻脸不认人的狗，跟希特勒一样搞独裁，搞一言堂，根本没把你们这些股东放到眼里。刘先武，你听好了啊，你过完年必须去跟陈定天说分家，你要是不跟他分家，我跟你分家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是真话呀，你不是要跟他生死与共吗？生死与共不了了，分红我无所谓。这些都可以放一放，我最难过的就是他把所有人的幸福拿来当赌注。为了他个人的梦想，置所有人于不顾。他是个天才，
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，只想手里抓一副天牌，把风杰赢得死死的。说实在的，我对你们三个人的事我从来就没弄明白。既然现在你想通了，我劝你赶紧下决心分吧。啊，你不知道老公，我每天看着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多难受啊。直接去刘总监。一天不下决心，我就多受一天罪。喂。啊。等一下啊！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老公，说话算数啊！我马上就跟曹操说。请假。玄武，我还是想跟你谈谈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可以稳扎稳打，可以不用所有人的利益去冒险，慢慢来，慢慢卖保健品，慢慢挣钱，慢慢维持研发。时间不允许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。微软已经有了新的突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站在原地踏步啊！没有办法，只能赌，只能赌，只能花更多的钱买最先进的设备，请更好的程序员。我要现在说科技救国，那我是装大哥，可我他妈就是想吓美国人一大跳，吓全世界人一大跳。我们够聪明，够勤奋，就是落后人家100年。除了豁出命去死追人家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不就是因为还有一点点理想？我知道，你也不是为了那么点浮红，你是担心春季战役失败，血本无归。我也担心，你以为我不担心吗？时间不等我们，钱不等我们，既然有挣大钱的机会，为什么不去赚呢？是有风险，是要冒险。可那些你看看啊，那些挣大钱的人哪个不是站在刀刃上的？我们来深圳本身就是一次冒险。我们一起坐着鸡笼进了关，一起有了无穷大，一起住进小平房，一起走到今天，三个兄弟只剩下两个。说了，留下来，不需要你。
今天是年三十，给你跟嫂子拜年。做好了也不回来吃。我们同事刘新武出点事儿，多跟他聊了一会儿。哦，没怪你，就算了。怎么了？三花。哟，真乖，三花。姐，咱们金妈也来了。是吧？你辛苦了。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的。新年快乐！你俩啊，你看。哎，给爸妈打个电话，拜个年吧。咱们得抽空回趟北京。婉玉都一岁多了，连姥爷姥姥都没见过。其实我正想跟你说呢，要不就明天吧，咱们带着婉儿一起回北京看看我爸我妈。今天公司中层以上的领导都得去经销点给员工拜年，员工都不放假，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得去慰问慰问。老婆，我敬你，祝我们老婆在新的一年越来越美丽，越来越漂亮，老公越来越爱你。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我觉得婉儿最近有点奇怪，她耳朵好像不太好。耳朵怎么了？我叫她，她老是没什么反应。小孩的听力没那么敏感。不是的，反正我觉得挺奇怪的，我不太放心。要不明天你跟我一起带他去看看大夫。明天我得去拜年啊。公啊，干部啊都重要，就你女儿不重要。谁说的？老婆孩子最重要了。过完年咱们去吧。明天去，你说大夫，好的大夫也不在。你怎么是个木头？跟你说话你听不见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你站着。哎呦，昨天晚上你就唠叨了一宿，今天又是一上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话没说完呢。你说这一天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啊你？这么难下的决定，几句话就让人家给糊涂平了，你就那么笨呐？哎，好了，伤疤忘了疼。他陈殿天什么人啊？他陈殿天就是一个有福不能同享，有难必须同当的主。我以前觉得冯杰这小子不地道，我现在觉得陈殿天比冯杰还不地道。
行了啊，我上班迟到了，走了。我跟你说话，你咋听不见啊？你有完没完了？没完，拿不回钱来就没完。刘仙武，你叫他把王金月休了得了，去你！今天好。今天好。您到齐了吗？齐了，就差你了。大家新年好。齐总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今天好啊，大家拜年了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恭喜发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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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陈总，辛苦了啊，再接再厉，好，继续努力，好吧，再见再见再见，杨总慢走，各位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哎，新年好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来来来来来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大夫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孩子怎么了？哪不舒服啊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最近也不感冒不发烧，经常会哭。然后我怀疑他对外部声音不太敏感，有时候电视机很吵的时候也吵不醒他。是吗？孩子叫什么名？啊，婉瑜。委婉的婉，番茄鱼的鱼。好的好的，别紧别紧啊。哦哦哦，谢老爸。别紧不大。哦。喝喝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喝。喝死你算了。天住在这破房子里头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孩子学费还没着落呢。哎呀，你啰嗦什么话？老婆要对我有信心啊，面包会有的。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你是打我？你是周子龙吗？是，我是高唐，听说你找我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我啊，我们自己说。哟，周总来了！哎呀，啊，周总，吴总，哎呀，坐坐坐坐坐，啊，真是啊，三十年河东的三十年河西，你说这玩意儿，你说那时候搁深圳，我想见你一面都难，你咋现在变成这样了？哎呀，你说兄弟看你心里真难受啊！还没吃饭吗？哎，赶紧给周总准备一份，赶紧，来，赶紧，哎，啊。这我吃过了，没有脏心，没有这个最对付了。哎呀，你慢点，你还有呢。嗯。啊，这不好。我来吧，你这周总吃饭，我比我到呢。怎么样，小牛肉行不？不是这样啊，你分手的。哎，慢点慢点啊。怎么样？菜怎么样？哎，回家。我听说你有一个能置陈景天于死地的绝招啊。说实话。啥叫二十万？只要你给我十万，
我就要打败程景天，叫他跟我三大爷尊重你们好看。拿刀捅呢，还是把他家孩子给干了，还怎么的？嗯，不中。拿刀杀人啊，让人壮起精神呢，也很不江湖。那啥招你干脆点啊，知道口服液最怕什么？是啊，吃死人。那是吃死我呢，还是吃死陈景天，还是吃死你？你不死，陈景天暂时也不死。好招，真是老江湖啊。这我凭啥相信你？谁知道你会不会跟陈景天一块算计我呢？20万你就能把命给我了？肝癌晚期无可救药，我随时都会死掉，但是我不怕死，我不甘心，我就是死，我要拉着陈景天半条命。他是你的敌人，也是我的敌人，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想打那吗？我死的时候手里会拿着无情大口服液的瓶子，你就拍照了，拍我拍我拍，挂个奖度，拍完了以后第二天在广播电台在报纸这样一发表出去，这个空瓶子就像个原子弹一样有无穷的杀伤力。他的结果还要我说？不言而喻啊。我再给你加20万，哥。你是我下辈子的好兄弟。我走，再用功啊。好嘞。好意思回来，不如死在外面算了。快了快了。爸，学校又催要交学费了。哦，你放心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现在还指望你爸拿钱回来，你也不看看你爸那德行。大伯，这个世界什么都会发生，你看。子龙啊，你是哪来这么多钱呢？啊，不会是抢来的吧？哎，你放心，绝对啊，合法。这么多钱呢？哎，原来啊，比他要多得多得多得多。爸爸想跟你说。好好念书，长大我们不管做什么，千万不要做生意人。爸爸年纪也不小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爸爸在临走之前能够给你和妈妈做的最好的一件事，最后的。子龙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听着怪不吉利的，快别说了。这还香了，弟弟，你
进来先。啊，好，石大仙，走，快点换衣服去。爸，快点儿。啊啊，走。前期战役即将打响，本次战役的资金投入，你们公司的董事长陈顶天，还有陈顶天，把一万人分散到全国各地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。既然我们把这次当成一场战役来，那我们就采取集团军的作战方式。战役的直接目的，别光顾着看，赶紧记笔录。通过本次战役，我们要向全社会再招聘一万名新的营销人员，锻炼出一支精明强干的战队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在两三个月内都能独当一面，相信自己。我想把我在美国认识那些朋友全都请来。行啊，我整个包机得了，这样他们来取也方便。哎，那好啊，那我在加拿大、墨西哥、尼日利亚、多巴哥都有朋友，要不一块请您？行，只要你联系得上，什么船票啊、火车票啊、飞机票，我通通报销啊。就吹吧你。陈顶天要不要请？我当然请，我们俩又不是仇人。想当年他跟王新月结婚的时候，洞房钱还是我付的呢，好几十块呢，他不得还呀？其实我觉得陈顶天这人不错，你们俩不该只剩下生意上的关系，过去的交情呢，你全忘了吗？怎么可能忘了？我不也就是为了跟他争这一口气吗？他现在已经疯了，你看报纸没？搞什么千万人大招聘？他是非要跟我拼个你死我活呀！我没辙啊，我只能跟他血战到底。这个。兄弟，我从香港花大价钱买的，喝完马上就了了。法院那嘎呢，解剖也就得个心脏猝死的结论。
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还得加把劲儿啊。北方市场就是比较难进入，你像东北的飞虎，还有山东的三株，他们在那边的销售都非常可观。市场刚得加把劲儿，你也得做到三足鼎立啊。还真把自己当成三军总司令了。那当然，必须的。陈总、梁总，有一位叫冯杰的先生。欺负你的人是我，是我还是？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谈事儿的，是来请客的。陈总，冯姐，八号我们结婚，请你们务必大驾光临。结婚啊，好事儿啊，我们一定去。哟，是吧，陈总？一定来哦。祝贺。哟，谢谢。看这架势，全国都是红旗飘飘啊！啊，哎，我又得叫你总司令。陈总，别老绷着个脸，行不行啊？请我洞房去。啊，我结婚，你得给个面子，得来。你来了呢，全国媒体就跟着来。这也是个免费宣传咱们琼大林元气的机会。厉害。我得向你学习啊，都能把自己的婚礼做个噱头。我这都是跟你学的，你是我老师啊。不敢当。哎，怎么样？咱们那个系统研究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出来送我一套啊？就送得自己花钱。太小气了。行，我买，多贵我都买。陈总，送给你，我还是喜欢看你们现在的样子。这样吧，你们三个一起合张影吧。冯姐每送一张请柬，我都会给他们拍照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久都没拍照了，来吧。